一只过分，你要离开都市，伊竟然要爱你的命，所以要去通报官府，所以我才会跟伊起冲突。拿去，我带你走。亚龙，你怎敢会做容易？想要跟你亲我，这么残忍，你这么吓人！亚龙，今日你离开帮派，只有一条路，死路一条。现在你什么人，谁都不知影。哼！亚龙，Yeah!